外角又是一个好球，一四二的速球，阿哲明又出棒，又抢到一个好球数。包括曾宗伟本身的内容啊，另外还有在教练的打气加油，还有表情，其实都看得出来，今天状况维持的还不错。谢谢喽。这个球陈志荣又开始换同样的一个问题，两好球之后他又。